觉得它增加它的分量感啦。那是背心，现在可以直接套的，对，它里面那件不用脱，不用不脱了，不脱了，我里面不脱了。这件既然爱的话，老师这件感觉搭 T 恤外面也很好看，好可爱哦。这件好像很好用，对，我懂你说的，对不对？超可爱的，对，蛮好看的。对，我觉得让它，比刚刚好看。我觉得让它这样穿稍微有一点点分量，手举起来。它还是一样可以露得到啊，也不会太多，也是刚刚好的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增加一点点，一点点的层次可能会对它比较好一点。等你练好，或者像那个小林那么浑圆的时候，而且它可以让我的屁股感觉比较翘一点。对，我们可以这样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这样穿？好，好，加油！今年就是短板 T 的天下，美眉们赶快练好身材，搭上这一季的潮流，展现青春魅力吧！